哎，这他妈倒是鬼肉哎！哎，让我们过去，都查不上亲人了。走，听谁说话了？此仓是不开，此路是不在。六小偷食物，六小买路财，那是亲人哪来的钱呀？哈哈，没钱，没钱就哪来的回哪去去。怎么又不偷气来着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等着收拾你。啊，你个穷鬼，还放狠话是？上边的啊，没钱别折腾我。嗯，快点，这个呼吸不畅，原来砸了你给我打瘤子呀这。那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？哎，大夫，这手术完了，把气儿老树上来，可不是不？你的鼻子这么大块肌肉，回去炒个菜去吧。